大家好，我是镜子，今天我们来做一条变色龙吧。先将黄色和绿色进行混合，黄色要稍微多一些，捏出变色龙的头部。变色龙的眼睛和小鳄鱼的做法一样，加上嘴巴、鼻子。接下来是身体，因为它的尾巴要卷起来，所以我们的尾巴可以做长一些。连接好头部以后，加上它的花纹，棕色和绿色混合变成背部的颜色。用小剪刀剪出锯齿状。现在我们来做一根树枝。树枝做好以后，我们再加上它的四条腿。为了让它能立起来，我们需要用到一根回形针。用绿色把回形针包起来，变成一个底座。刷子按压出纹理，加上变色龙，做好啦！期待你们的评论、点赞、加关注哦。